而现实中有400多栋楼的90后女房东收租日常却是微信收款1200元，微信收款999元。一栋楼，第三栋楼，第四栋楼，第五栋楼，有密码和的投诉。大家好，我是高子果地姐。听说今天我上热搜了，但是我有两点想要在这里是去澄清一下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就是视频当中所说的我的身家已经是百亿身家，其实不是的，因为大多数的房子都是我从一手房东那里承包过来的，只有少部分是自己的，所以那个算法呢其实是不对的。第二个事情呢，就是说我每栋楼赚多少钱的事情，其实当时我不是这么说的，我说有些是赚几万，有些十几万，有些是几千，甚至有些如果早期拿得不好的，甚至是有亏本的都有的。但是因为剪辑他那个50万的，是因为他问我说最高的一栋楼赚到多少，我说有赚过50万的，但他只是我的其中一栋楼，而且是比较特别的一栋楼，所以因为剪辑的这个问题，所以导致大家对我的误解比较深。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的房子都是城中村的房子，没有大想的那么高大上。我事实上是有400多栋楼，但是呢里面呢也有很多是我跟投资人合作的，也有等等的这些情况，物业合作的也有，是吧？不是全部都是我自己。